小家伙向你致谢。有虚无诞生的力量。脱胎换骨的感觉如何？放走吧。 是被脑部冻结了吗？消失吧。 加倍，风暴也加倍。
你做成真的玩具。谢谢您的观赏，感谢频道会员赞助猫咪吃罐头和罐零一幺咪与八个士超市谢谢二四二一安迪地方人物 Kilo 和 Papa 加油 K 加 Y 两百油黄小玉和恒家 Monster